游客在上海迪士尼排队时突然昏倒，抢救无效身故。2021年10月3日上午，上海迪士尼乐园内发生一起意外事件，一名男性游客在创极速光轮项目排队等候区域突然昏倒，现场工作人员立即按乐园应急程序采取了急救措施，并迅速呼叫救护车将其送至最近的指定医院，后经抢救无效不幸身故。自事发起，我们积极与家属沟通，提供所需要的帮助，并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调查和善后工作。